我这个最后一个机器又坏了，是哪儿坏了呢？按理说没坏，但是呢，它出了一个问题，出了一个故障。这故障是什么呢？因为它平常存储的，这是叫 TF 卡吧？TF 卡，就特别小，特别小，这个卡特别小。一般我们存储卡有三种，第一种叫 CF 卡，就是老尼康、老佳能用的 CF 卡。第二种是这个叫 SD 卡，第三个就比 SD 卡更小的电话卡，叫 TF 卡。TF 卡，所有拍的这些东西哈，都靠这个 TF 卡存储。嘿，我这眼睛哈。所以这个摄影记者这一辈子就费眼睛，到老了就瞎了吧唧。我已经现在全都是摸索着看的。说这机器怎么坏了呢？你看哈，这是电池，我拿出来。这张 CF 卡呢？这张 CF 卡是插进去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这插进去，一插。它就咔噔一声就卡住了，现在卡不住，卡不住。我不知道是这里边的磕崩坏了，还是这张卡坏了。因为我现在在张家口采访呢，我也不能回去。就这个，所以它这卡弄不上，它就没法存储，没法存储就白拍了，白拍了。我老邓呢，最近给我推荐了两个机器。一个是大疆三呢，它没有蓝牙控制，它的遥控是声音，你可以自己设一个声音，说开机、拍摄，你也可以用自己的暗号，比如他妈的，它都会开机。但这在采访的时候就很莫名其妙，是吧？我说一暗号，开机。关机，开机，关机。那被采访对象不他妈傻了，说这老唐真是这海湾战争后遗症，怎么疯了？所以不行，声儿也不行。我学放屁是吧？不一放屁开机了，不再一放屁关机了。哎，声控就是，我真不知道这大疆这帮傻逼怎么想的，这工程师是吧？用声控摄像机，真他妈做梦！什么大疆啊，脑子进水。我呢，平常是用的蓝牙控的是手指，是吧？就手指一摁就一摁一摁，因为手指就跟开枪的时候。但现在呢，我这 SD 卡快坏了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怎么办呢？我一会儿还有采访呢，我首先第一，给我政委汇报，我跟老邓说我这机器坏了。前两天去山东，老邓就要把那大疆给我，我看不上。我说这声控的我怎么使？我拍摄我老嘴上老，本来人家采访对象那儿叨逼叨说的正好呢，我说一句开机，是吧？关机，那不把人给惊着了？或者刚才我说了，我假装放屁，不开机了，不关机了。又有人说这他妈哪儿像新华社记者老在这放屁？所以我就没要老邓那个，没要那个呢。今天坏了，一会儿我采访没得采访，我怎么办呢？这卡它入不了槽啊。然后我就想，我每天吃好多药啊，我就找了一个药的这个比较结实的这个，我给它剪下一块，剪下一块。我这他妈的瞎逼胡眼的啊！现在老了，近视眼还花。重要是我当了一辈子摄影记者，不该看见的东西太多，所以这老天要把我这眼睛给拿走，让我以后再看不见，所以我瞎逼胡眼的，在这上剪呢剪呢，好不容易剪下一个巨型的来，剪下来他妈掉地下，我找不着了，哎呦，又找找找找，好不容易找下来。一点一点的把它做成这么大，然后呢，我是想把它垫在这儿，强行把这块 TF 卡给顶进去，顶进去，就这么顶进去，
我拍这个东西你们看看，好多说是造摄像机的，造摄像全是他妈扯淡的是吧，嗯，全是在那儿瞎鸡巴秀，真正采访用不着。嗯，我也不能剪多了，一剪多了我就废了，所以我这他妈瞎眼睛。嗯，我现在知道了，那些大腕啊，海明威啊，约翰斯坦伯格呀，罗伯特卡帕呀，干嘛要找一小女朋友，小女朋友眼睛好啊是吧，耳聪目明的，可以帮我修摄像机。嗯，我跟他怎么说他怎么修是吧。嗯，然后这个我把它顶进去，但愿还能凑合用。嗯，但愿还能凑合用。嘿，这大了大了，我还得剪大了。嗯，大意了大意了。其实啊，没必要这么严丝合缝，我现在懂了。嗯，只要有相当的面积，把那张 TF 卡把它抵住就行，抵住，不然它接触不上，接触不上就，嗯，哎，你看，凑合使，一会儿可能去采访野蜂蜜，一会儿可能采访葡萄。这是三干河，是出葡萄的地儿。你说一个摄影记者，又近视又散光，啊，以前海湾战争的时候烟熏火燎的，更甭说这辈子啊，世界不能算，海湾战争啊，什么缅甸战争啊都不算，柬埔寨战争都不算，在中国，我这双眼睛没有比我看得再多的了，嗯，所以我这眼睛早晚得瞎，谁让你看见那么多东西呢？嗯，我看看有。显示不显示，如果显示就凑合还行。嗯，凑合还行。老邓啊，老丁啊，你们俩都是 CCTV 退休的啊，认识人多。嗯，赶紧帮我找机器。那天你给我看那个，我就觉得你这儿都是不是最新的了，有段时间了，而且你估计你都不是一个索尼，你就是，你告诉我你有俩呢。嗯，你这大疆可能就一个，我就不感兴趣，因为我用机器都一对儿一对儿的。如果那小索尼你不用，嗯，你把那小索尼都给我，给不给我外壳都没事儿，就是里边那个个小那小索尼就行。嗯，没有遥控也行，我没有遥控，我在手里边直接当手枪用，是吧？直接手控，嗯，但必须成像质量好，因为那个李成儒就是。只买最贵，不买最好，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。成儒大哥这两天在河北逮蛐蛐呢，嗯，他要到山东簇之啊，聊斋要去河北的聊城，他让我也买他那火车票。为什么我得买他那火车票呢？我不能随便买呢，买他那火车票才能跟他一趟火车，一趟火车呢，他徒弟接待他就顺便把我搁他后备箱里了。我就路上能拍好多蛐蛐儿，哎，现在啊，吃点呗，喝点呗，点儿辙没有，拍点逗蛐蛐儿什么的也不犯错误啊。我们俩去逮蛐蛐儿去，逮蛐蛐儿，我这机器坏了，我就白去了嘛，这大热天的是吧？所以您赶紧给我预备小机器，我呢，坐长途车，我回北京，嗯，回北京我提前一天回去，我啊，您给我预备。那个我是看上您那俩索尼了，嗯，嘿，哎呀，嗯，我现在回到了八路军李云龙的时代，自己造武器，什么事儿啊？吃点呗，喝点呗，点儿辙没有。